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，千姐？我越来越欣赏你这种作死的精神。滚！ 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看看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大学生，我的名字叫杜十娘。能哥，你饿坏了吧？这是我亲手为你下的面，吃两口吧。我不吃，打死也不吃。 真的看着你被他们拖下水，你有这么好心？老杨，人家只是想让你做我男朋友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马上把你弄出去。 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我去打劫，我答应你去打劫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。老板娘，好，好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